老公，你要不要休息一下？不用。可是你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都没有休息。没关系。你这样身体要坏掉啦！老公，说不用，我快要来不及了，你先不要吵我。可是。对，你好，我是，真假的，谢谢你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 ，OK， 拜拜。哇，我参加的比赛得奖了，真假的，而且是第一名，好棒哦！我原本以为我不会得奖，因为其他的参赛者都很厉害。才不会嘞，你最棒了，我一直相信你做得到的，画一个，多少钱？没有你的份。我觉得这间民宿的 CP 值还蛮高的。那就这间哦，看起来不错。好啊。那你还要想要找谁一起去吗？想说人多也比较好玩。才不要嘞，我有你就够了。好啊，快点选。你觉得我刚刚口气太脏了吗？不会啊，你错的明明就是小迪，他都跟你约好了，然后你在出发前我们都说不能去的，你只要生气一次吧，不然他觉得你好欺负。可是他这样会不会讨厌我？他如果这样讨厌你，就不要这个朋友了啊。可是，我跟你说，那不是你的错，我都支持你。那如果是我的错，那我就带着你去道歉，好吗？就跟你说，好好照顾自己吧。搞什么吃的？来，下去啊！谁先来的？完成了，宝贝，我写完了，真的假的？你看，你看，而且我这次啊加了很多不同的元素进去，所以整个故事就会变得非常有张力，在这个地方这边这样。宝贝，对不起，我觉得我好像忙起来之后，然后就忽略了你。谢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，有你真好。这当然的，因为我是可爱的胖宝宝。亲一个。好了，你好，爸，真棒了，好不好？Hello， 我们是夫知道，我是阿凯，我是李欧。其实生活中有非常多话呢，你可以对家人、朋友或是另一半说，这些话都会非常的窝心。其实呢，你如果要说一句话，有分好话跟坏话，那我们就多说一点好话吧。希望大家呢，如果喜欢今天的这支剧场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所有朋友看。好，也要记得按赞我们的 Facebook， 并且设抢先看，还要订阅 YouTube 频道，打开铃铛哦。那我们夫妇剧场，我们下次再见哦，拜拜。